好，非常欢迎大家，就是今天来到吉吉小镇哦。那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今天我们会体验的游程一样，就是运用我们总达客运呢，就可以到我们各个商圈的一个景点哦。我们总共有两条路线，一条的话就是往西边的绿色隧道线，以及往我们东边的山椒线哦。那这两条路线的话，它里面内容非常非常丰富，有 DIY 行程，有美食，那还有各个一个景点的一个特色的一个介绍哦。大家都迫不及待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也是。对，那我们车上有各有一位专业导览员，专业的问题呢，就请教我们专业导览员。吃喝玩乐哈，就问我跟志玲哈。那我们就稍微整理整理一下，我们就准备出发喽。会产出这一次的那个即时行乐，然后绿游集集大总达的部分呢、啊，是因为我们承接就是前理事长高理事长的跟运营所的一个计划，就是他们想要把就是公共运输的部分啊，然后可以减少一些碳的排放量，让公共运输的部分可以让游客来集集游玩会更顺畅，所以就有产生这个之前是有四季线。春夏秋冬四线，还有四季一、四季二的线路。那后来我们就筛选出四季一、四季二，因为这个线路是常态的，不会因为譬如说果实的收成啊而被限制。对，那后来我们就产出山椒线跟绿色隧道线。那这两个线的店家目前都是我们吉吉镇上知名的店家，像天心窑啊，像故乡林尾啊，像吉源果啊，还有天宫艺术坊啊，他们所这些店家里面都各具特色嘛。那他们的各自的，譬如说像 DIY 啊，或者导览的部分啊，也都是店里面很强的一个部分。对，所以我们把这些店家筛选起来之后，就做成一个游程，然后推荐给客人。那再配合搭总达的部分，那运研所也把总达的那个搭乘的时间都帮我们计算得蛮精准的。
可以给游客做一个很好的参考跟依据。还有就是我们有把这个套票部分啊，我由那个中投来做一个销售跟贩售，对，那希望说客人可以透过网络的部分啊，或者是说我们也有在总达部分摆放我们的 DM， 像香港客人来啊，或者是说国外的客人来，或者是说北部的客人下来到总达的时候有看到这个 DM， 那总达的柜台稍微帮我们跟客人推荐一下、推广一下，那借由这样子的曝光，还有我们店家各自的曝光，还有我们 FB。还有一些网络上面的曝光，那希望说可以让更多的客人知道，哦，原来吉吉有这么好玩的一日行程，还有二日行程，甚至是三日行程都可以包进来这样子，对，哎，对啊，也透由我们这一次的彩线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的行程。这一次的游程呢，我们有带到吉吉的人文风情，然后有带到古迹、历史文化，那也欢迎我们台湾的好朋友，或者是我们国外的好朋友，一起来体验我们吉吉小镇的风情人文，还有来体验我们吉吉小镇的魅力。对，那其实除了这次规划形成的景点的这个路线以外呢，我们吉吉还有很多好玩有趣，还可以让你更深入了解吉吉的一些地方。那如果各位好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呢，其实也可以在我们的吉吉新加商圈的粉丝专页下面留言，我们都会有专人为你回复，然后让带你更深入的了解吉吉。欢迎各位。